你绝对不能够放纵他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疼我吗？也许你从来都不需要我吧。你也从来都不需要我吧。外面的男人是不会对我们真心的。我不觉得烦，更不会讨厌你。你现在只是在害怕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。你为了外面的男人你要离婚，在婚姻里势必有一方要彻底牺牲跟妥协。你不能改变环境，你就改变你自己的态度。我在跟你谈怡珍的事情，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？还想要跟怡珍一样跟我离婚？就知道你不敢答应。李少文，跟你做的比起来，这应该不算什么吧。你让我损失的是奋斗了十几年引以为傲的工作，你难道不知道一个女人要在这行出头是多么的辛苦吗？还有什么坏消息？这个月底我们会周转不过来。女人只要一碰到你，很难不被你吸引。可是并没有多少女人可以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相处久了会觉得自己很挫折，好像一无是处。你已经不是问过我了，有一天我们会不会变得没有话讲了？现在真的是变成这样了。少文，我们离开吧。曲折和寂寞让人胆怯。